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丸公金贼，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正式进入供给的部分哦。我们在接下去的几讲中呢，会开始讨论供给哦，讨论厂商的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哦。今天这一讲呢，我们稍微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在这一讲里面呢，在这个部分呢，这个章节里面呢，我们大概会谈哪些东西。哦，我们这个部分呢，哦，就如同我在那个一开始的最开始的那一讲里面有跟大家提到说，经济学家怎么样来理解市场。哦，经济学家呢是透过理解市场中参与者的行为，看他们怎么想，哦，来看他们怎么想，看他们怎么行为来理解市场，来理解这些市场之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。那我们说市场中有哪些参与者呢？两大参与者，一个是需求，哦，就是买方；另外一个是卖方，哦，卖方就是卖家或者就是供给。那我们接下去呢，哦，这个大部分呢，在大块呢会讨论供给。那我们要讨论供给前呢，哦，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厂商如何生产，哦，如何生产。你知道厂商在供应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去了解说他们的生产、他们的成本，你才可以了解他们的供给决策。哦，所以在整个下面的几讲之中呢，我们会先来谈谈厂商的生产行为，然后再谈谈厂商的成本行为，之后呢，以这个为基础来谈谈厂商的供给决策。好，那你可能会有疑问是说，诶，这个不同产业、不同厂商他们的这个那个技术啊，他们的生产的状况啊都不大一样，那怎么可能说，诶，我们用个经济学的简单的架构，或经济学怎么可能每个产业每个情况呢都去给他讲清楚。不过呢，在这门简单的经济学的课程，虽然我们不可能去一一细究每个产业的每间厂商的状况，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性的架构。一般性的架构就是说，你在讨论厂商的生产的时候呢，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，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性的架构。那当然不同的产业、不同的厂商，哦，他们这个怎么样生产，哦，不同的投入，哦，那换到人产出的那个情况不大一样，哦，这个在将来之后，如果大家对这个经济学有兴趣，再继续探究到甚至进入到各个不同的产业细部的时候呢，诶，你可以再继续进步细部去研究。可是基本上呢，大体来说，这个大的架构都还是有效的。基本上我们在讨论不同的产业的时候，比如像我们这个研究团队在讨论文化产业啊，或者说我们这个你可能会有兴趣讨论像什么房地产业啊，哦，这个不同的产业，哦，不同的产业他们里面的技术状况啊，哦，过去的种种的那个习性啊，哦，习惯啊，可能都不大一样，生产的技术都不大一样，不过整体的架构呢，哎，大体来说好像都还是在。那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这个大的这个大的架构，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大的结构、大的架构去理解说，在讨论生产的时候有哪些东西需要掌握。那再从这个地方呢来推论回来说 ，OK， 哦，厂商的成本是怎么一回事？它的成本函数基本上会长什么样子？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成本来讨论厂商的决策。厂商在市场里面，当他在供给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当然是要赚钱嘛，要赚钱，哦，根据不同的价格要赚，根据不同的价格提供不同的产量，基本上要赚钱。那你要赚钱前，一定要先了解成本，要先了解成本前，你要先了解生产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接下去的架构。哦，希望在接下去的几讲之中呢，能够帮助大家对厂商的供给行为呢，哦，有一些理解。哦，希望大家对之后我们讲的东西呢，也会感到有趣或是增长大家的知识。我是中山气管佘建元。我们下次见。